末日逃生舱，一般人我根本不让进。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，我希望无论将来你在哪儿工作，都要有利于国家。我们啊，能不能当一回保卫国家、保卫人类的英雄？必须的。真棒！我们是一个大学的，江湖俗称川流四。你不是来当兵的？ 你这是想直接来当班长吧？如果条例允许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试试。我只想知道，为什么是你？教别人不行，教你，那是绰绰的。以后每天我们要从这儿跑到山下的镇子里，折返回来，一共10公里。 10公里，谁要是跑第一名呢，我就请他吃湖南米粉。需要追着小摩托跑10公里，谁能跑得动啊？哎，不行了，我歇会儿。走走走走。这就是胡建军，这就是部队。你时时刻刻在感受光荣的岁月，体会断不的人生。在当兵的这段岁月里。 还会遇到多少人，我不知道。但那些能让我记住的、给我感悟的人，我会认真的对待他们。珍惜他，旅长、连长、班长，还有一子梦、林安邦，当然，也包括欧阳军。